我是公公列车长的2009年4月22号，北方南龙湾站四一二次进华中运航台东的普悠玛之江号，然后2019T2012普悠玛之江号，2009年4月22号到南龙湾站9点20分拍摄。耶，拜拜！我的四一二次进华中运航台东的 T2012 普悠玛之江号。已经通过，以及代表402次交验信号输澳信了。超值的小群还专用8288787，感恩哥哥，就那，拜拜。